扁蒜刚好叫到啥呗？扁蒜刚好叫到啥呗？对呀，扁蒜。啊，扁蒜才一斤尔。啊，无一斤内底，唔是啊。唔是咧，两斤啊。要一斤黄啊，两斤黄啊，一斤白素啊，啊再搁一斤黄啊，搁放一斤黄啊。这是今麦才过啊，还是本来就安尼？啊，你有笋无？笋可以自家当摕啊。唔好过来一盖。这也不是否定公道的断烦恼之道，你公正道没有断烦恼之道哈。没有，就是文字上带过，而是其上升天哈、啊、不共的道力跟方便、啊、就是讲这个文字讲的很抽象哈、啊。譬如流，向法师问讯。阿弥陀佛。请坐。请回答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。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佛说十善业道经。各位法师，各位菩萨居士，请放掌。那么我们继续今天啊，虽然要继续讲十不善业里面的邪淫，那一律心里面怎么样？没有味哦。